2020年随着疫情持续延烧，实体店面营收大幅下降，疫情下带来新的生活形态，民众消费模式逐渐由线下改为线上。新北市政府为了协助商家转型，规划了一系列培训课程及专业咨询，积极辅导协助企业开发电子商务市场，拓展新的商业模式与商机。新北市作为全台湾的工商首都，拥有工业商业公司总共将近30万家，电商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效用，它可以去连接所谓的工业商业以及销售的一个平台。那近年呢，尤其是在疫情冲击非常严峻，那导致许多中小企业的实体店面没有办法开展，因此我们在6月启动了我们的新北电商的辅导资源，让这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透过电商平台来拓展他们的时机。成立于1982年，创办人王志德凭借着毅力与决心，让蛋糕能保持新鲜原味，爆红十多年，人潮不断，积极参与电商课程，强化官网经营，辅导期间订单与销售总额也都倍数成长。我们在1982年以前早期就开始在做这个团购的那个销售的行为了。我们发觉说整个网络的销售已经慢慢成熟了，所以我们就自己设立了官网。在整个疫情状况之下，几乎我们整个实体店面的销售可以说是打击非常之大。在电商的作业上面，必须要寻求更多的技巧，让我们整个电商的营运能够有所精进。以养发净化源自根本，打造 MIT 洗发精品牌，成功建立起国内头皮养护市场的专家形象，荣获 B 型企业 C2C 认证、台湾精品奖及经典设计奖等殊荣，并于2015年开始拓展海外市场，积极把台湾成功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国。其实我们品牌是在2004年创立的，一开始呢，我们其实并没有马上进入电商，在2017年才开始做跨境电商。我们发现它是无时间差别的，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店准备好了，你是24小时、365天在广告你的商品，在做展览。我觉得最明显的困难呢，应该就是在去年，我们就遇到了货运输的问题，就是我货运到了，但是我进不去，我们就要赶快紧急应变。我觉得做跨境电商呢，基本上你的步伐就是要快，因为你经常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卡兹爆米花以团购起家，是台湾多口味爆米花的领导品牌。2020建立亚洲第一家爆米花观光工厂乐园，进行第二次的品牌转型。察觉时代变化快速，为在电商路上精益求精，寻求政府资源，希望能进一步优化线上商业模式。卡兹爆米花是2006年开始团购，在整体的电商跟线下的一个通路，我们在2009跟2010年其实已经布局完成，所以这两年的疫情的话，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反而是我们实体跟电商的话都有大幅的成长。那在电商的通路的部分，甚至还超过实体的业绩。基于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我们在今年也扩张了我们的电商通路的一个人员跟预算，积极的去抢这个宅经济。针对新北中小企业发展电商的不同需求，特别设计专属的课程。第一种顾问咨询，提供一对一的服务；第二种系列课程，在发展电商上从0到1，从实体到虚拟，从境内到境外。这10堂的课程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全线上来举办。第三种课程是我们的专属辅导，专属辅导是奠基在如果已经有电商经营平台经验的业者，那如何让他们更为转型升级。我们参加新北市政府的电商学院，在公司的操作上面变得更灵活了，他们了解到整个市场现在的行销的一个策略的方式。我们在参加这些课程之后的话，更能够清楚在品牌官网的一些流量所带来的意义。
然后针对这些意义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相对等的一个行销策略跟产品的一个开发，那这个就对我们在品牌的发展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来讲，学习最大的就是在广告投放的部分，因为呢里面上课的老师都很专业，都是大卖家，在九月呢看到很明显的成效，所以呢很感谢新北电商学院，感谢新北市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实际上呢在业绩上面看到成长。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全新北大家在中小企业遭受这一次疫情冲击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用电商平台去拓展他们的商机，线上线下全都要，新北帮你学到好，企业转型电商的路上，新北陪您一起成长。